各位晚安，欢迎收看《今宵花月夜》。这是个什么时代呢？前两天看了一本杂志，封面也写了这一句：“这是个什么时代？”我觉得在30年代的上海是个风华时代，到了40年代的中国呢，是个动荡的时代；50年代的台湾呢，是一个处于这个开展的时代；60年代呢，在国际舞台上，我们处于一个黑暗的时代。到了70年代呢，应该算是热门摇滚的时代了。到80年代呢，是一个丰收时期、流金的时代。90年代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了这个国际化、充斥资讯化以及电脑化的一个时代。即将进入的是21世纪，您认为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今天节目也安排得相当的精彩，马上就为您展开。首先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，她是尤雅小姐，由我跟她穿插一起呢，唱出一些她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歌曲，请您慢慢欣赏。首先欢迎尤雅的演唱。回家乡，宝岛有一位少年郎，他就是我的情郎，他在痴痴地盼望，盼望我们能配成双。哪怕山高水又长，也要回到可爱的家乡。慢慢飞翔在海面上，大海苍茫，船已离港，风儿低声歌唱，好想知道我将回家乡。宝岛有一位少年郎，他就是我的情郎，他在痴痴地盼望，盼望我们能配成双。哪怕山高水又长，哪怕山高水又长，也要回到可爱的家乡。
中有千千结，情切切，意绵绵，柔肠千万缕，化作同心结。心碎。
情的你敢知影，为你唱一首悲情的暖歌，伊已不声沙哟那拉，为你唱一首悲情的暖歌，红的嘴。叫着你的名，悲情暖歌唱袂煞，悲情暖歌唱袂煞。情玫瑰梦花无感情
瑞士的教育家希尔提在他著作《拯救》的这本书里第三篇有这么写着，健康是极其贵重的宝物，所以非常健康的人应该心存感谢，努力地维持长时期的健康。但生病也有可能是一种极大的幸福，以及是一种进化，能够使人要进那种健康时所想象不到的崇高的人生观之中。谢谢各位的欣赏，节目时间又要到了，跟您说声晚安。